哇，又有新店开了，这里是哪里？50块一 set 了，一个人。那他就是在邦沙烧那边，这里新开的，噔噔噔噔，就是这一间呐，里面很美哦，很宽哦。那我就是来 try 他们这一个 lunch set， 50块 net 啊。这个呢，他们有八烤的的。套餐就包括了这个 mocktail 还有汤，那这一个 cauliflower soup 啊，加了 chili oil 的，有点好像很奇怪啦。不过我喝一下看，真的好奇怪，是 OK 的，可是越喝越辣啦，有一点不习惯。那这个就是看到很多人 post 了，就是这一个 grilled chicken 的，这里呢什么都蛮卖 grilled 的。它的哦，我当然也是点他们的珍珠鸡骨啦，这个阿拉卡塔啦，另外就是在这里面的这个阿拉卡塔，他们的冷面，这个卖相很美哦，都是很大盘一虾的，其实虾非常的新鲜，这个虾真的是很好吃，过一条而已咯，面呢就比较淡一点，那这一个饭哦，哎呦，这个 grilled chicken 的真的是很顶啊，一流，全部都是 grilled 的啊，汤也是 grilled 的，这一个底真的是很香，好吃，这个一点50块这一套 OK 的。那还有甜，还有这个甜饼很 OK 哦，也是包括在里面的。那地址在这里 ，OK， 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